我要活，我要活下去。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要活下去。哎，出事情了，报告。我要活下去。开心的不行，我要活下去。以为自己今天待遇拉满了，我要活下去。没有想到啊，大家都喜欢我这样。真心换真仙，真心换真仙有吗？有没有鹅？真心换真仙。哎，谁啊？没有鹅，没有鹅。王爷，没有鹅。王爷，没有鹅。真心换真仙吗？No. OK。那个大毛，真心换真仙。先来，猴哥。可以。哎，行，来，搁哪呢？跟呆呆换一下不？别，这换下边。谁？谁？换到。好。没错。猴哥，你什么身份？你先来，你先来。我数三二一，咱们一起说怎么样？好。三，二，一，工程师。加拿大鹅。给你不说。我说了，我说了，我说。来，咱俩来呀。哎呦！哎。太快乐。能。喂，啊。是这样的啊。这个尸体在红灯区的右边啊，在红灯区的右边是王大谋的尸体。当时谁跟王大谋真心换真心？好像是你这个神将王爷，对是不对？那王大谋为什么会死？应该是你跟他真心换真心的同时啊，是这个你把他给刀了。过，哎，那个，我本来想就是拍景，就是踩、这个景铁踩猴哥的，但是确实绷不住了啊。我愿意把它往后排一排，就凭他这个声音哈。我想一想，那听王爷怎么发言呗。我在左边，有餐餐，有谁？然后旁边还有朱大强啊，有呆呆，哎，对他们两个在广场，好吧，我过。发生什么事？对，我是跟那个慧娜呢，刚说真心换真心往下走，然后猴哥好像带着一个人，是谁？然后往上走，然后就报警了。所以我这把我认猴哥是好人，然后我跟慧娜呢还没站住脚呢，就报警了。其实我是没有什么信息，听一下王爷怎么说的，好吧，过。好的，拉起发言，我这一把跟磊磊已经换过真心了。然后刚刚报警的时候，广场有磊磊、猪猪，还有一个，还有谁？我忘了，不好意思。那我们四个人是在一起的。那我先过了，就这么多。王爷这边发言，王爷这边发言啊。那个我罗点两狼啊，我是模仿，孙悟空跟统猪这两匹铁狼，好吧？那个王大谋。在我面前，然后孙悟空直接把他刀了，然后孙悟空报了警，好吧，我这边过。你是个啥子模仿秀？王爷一开始说，猪猪我要跟你换真心，我说 no， 然后王爷说大谋，然后他就把大谋带走了。我当时就觉得他肯定要把人带到角落里去杀掉。我觉得猴哥说的对啊，我要投王爷，过了。蕾蕾公主发言，我觉得猪猪公主说的对，我觉得可以出这个白皮鸭子。这把有派对狼，所以我觉得报警人被变身了，是一个身份做好的一个表现。我觉得可以出这个白皮鸭子，过了。谁不变的声？参参发言，参参出生在那个街道，理发店外面的街道，然后走到那个广场，然后何大牙看你有没有人跟我对眼，呆呆和对眼，我们两个在对身份。我跟他说我的身份，但是他还没说。然后同珠在银行下面，我有看到他的鱼那个身体。然后这把我姓，这把我姓那个。Okay.那个报警人猴哥说的话，全票打飞这个王爷，因为还有猪猪这个目击证人，过。鱼鱼发言，猴哥，你的声音是这样的啊。然后我这边是跟猴哥出去，这是怎么办到的呢？换真心。然后这边我铁保这个猴哥啊，王爷当时是跟大谋两个人在红灯区右边，我们从左边路过。完了之后，这个王爷呢，肯定是动了这一刀的，他绝对不是什么模仿。而且我当时是全程基本上都跟猴哥在一起，你们要把我打派对狼。我只能说，就这把他猴哥跟太多人贴过了，他我绝对不是那个派对狼。我们最后见过大强姐和那个慧娜娜往下走，所以说这一波绝对是这个王爷动的手，直接票着王爷，不要相信，不可能是模仿。我跟猴哥在一起，你看他
只字未提，除非你说他把同珠我猴哥打成三狼，再加上同珠当时跟你们大部队在一起，对不对？所以这把直接票着王爷，这王爷铁杀手，而且是有尸体的杀手啊、过。嗯，这边是呆呆，我觉得玉玉说的没错，当时我跟参参在城市广场雕像右上角的那边对身份，然后呢后面同珠过来了，站在银行门口下面。那刚刚王爷说话说的是什么？他说悟空和同珠是两个狼，那同珠在我跟参参的视野范围内，为什么会踩到同珠呢？我觉得你不对，所以这一波全票打飞王爷过。目击证人太多，好吧，全票打飞吧过。我是好人，我是魔法。你是个屁，是魔法。你是个屁。猴哥快多说两句，猴哥。啊，好好好。哦，现在还有机会，可以。喂喂，能听见吗？喂。谁给我弄的？谁给我弄的？不是我，我不可能弄。不是我，虎哥，不是我。可恶！要不是我，就我走了。我走了。啊，你为什么跟我？你什么身份？我是殡仪员。你什么殡仪员？你带个把刀。你别追我，你别追我。对，我有刀。你别追我，我旁边有人证。你殡仪员，你走到这个位置，那不对劲吧？兄弟们，真的是太搞笑了！朱大强、惠娜娜双狼啊，把我跟那个餐餐带过去，准备双狼双刀啊！朱大强哦，惠娜娜把餐餐杀了，朱大强刀歪了，把惠娜娜给刀了，哈哈 哈！投朱大强过。蕾蕾，啊，蕾蕾公主发言啊！我这轮跟孙悟空在一起啊，然后还有同珠，别的没什么信息啊，他们两个开不出这一刀，我听听朱大强怎么说过了。玉玉发言，我这边就凭感来说，我铁信这个猪猪公主，因为上一把我就说了，最后我们碰到的是大强姐和惠娜了，就当时我们是擦肩而过，他们往下走，我们往上走，很有可能他们就在这时候对猴哥下了手。然后这把我真的就是再加上拉奇这一张倒在就是白天的一张模仿牌，你们当时大家都在一起，只能是大强姐和惠娜娜对上了暗号，然后这个发现王也是这匹铁狼的时候，直接把拉奇狙掉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一波出大强姐吧。嗯，我也觉得猪猪公主的发言很正，听感很棒，所以这波全票打飞大强过。猪大强，请开始你的表演。那个鱼鱼的身份已经报给我了啊，然后蕾蕾公主很不对劲啊，我去左边的这个仓库街道的时候，那个蕾蕾公主从工厂那个位置过来了，过来以后她就跟着我，我说你什么身份，她给我来了一个殡仪员，我觉得她殡的不是很仪，她应该是带把刀，她应该是带个手术刀要把我刀掉，但是途中遇到了同珠，那说明什么？那说明同珠是好人，对吧？他俩肯定不可能双狼，那这个这轮先投朱大强，然后我们投蕾蕾公主，开始你的表演过。你什么身份？我是我。再见，朱大强。娜娜，我没对准我的娜娜，我没有脸面再对你了。既然猪猪公主，我才不是。你刚才猴哥说谁是殡仪员来着啊？刚才猴哥说的谁是带手术刀的呀？没听清啊，不会是猪猪公主吧？还是鱼鱼啊？让我想想，我猜一手啊，让我猜一手啊，我猜红猪。刚才我没听清，但是我觉得会不会是同珠是那殡仪员？等一下，殡仪员呢？殡仪员，我去！
胎要被跳了。爸，可是我是鸽子，我是鸽子，我报警后才发现我是鸽子。好哥，好哥，大强啊，大强啊！听猴哥说谁是殡仪员？磊磊呀，他说磊磊是个殡仪员，他居然真的是殡仪员啊！解锁出磊磊，殡仪员对啊，他那个他生病了，昏昏沉沉。殡仪员赶忙走着跑。他就在广场说，就被我听见了。这是一个不怕死的殡仪员。你什么身份？猴哥怎么不动啊？猴哥在这不动。动呢？怎么不动啊？什么仪啊？你也在漂移？什么什么？猴哥这性感的步伐。你啊，假奔，假喷。啊，确实是有点卡呀。猴哥是加大鹅呀。多多光左。对呀，有点卡。相信你来。好，可以。嗯，哎，咱这把子没有鹅，是不是？谁来跟我真心换个真心？好像不要，咱俩这把还真心换真心吗？谁没在这里？走，那咱俩走。有一个人走掉了，谁不在呀？没人跟我换，不知道。啊，飘，飘不飘？飘啊飘！他们俩换真心换哪去了？人好多。哦呦。哦呦，算了算了，你走吧，我跟磊磊一起了，我也没听到你是什么声音。算了，我跟磊磊走了。这么多人真心换真心吗？哎，拉奇是鱼，怎么说？你为什么要一直看着我？我不是，我只是站在这儿就听大家说话呀。啊！啊哈！神将啊，这个是汤道的尸体，汤道的是猴哥的尸体。完之后，当时啊，我记得我身边是有人的，我忘了是谁。就是上面，猴哥跟一个人往上边走了。完事之后，咱们一群人在银行，然后银行左下角就是在银行下面的过道还有个人，我相信会有人替我伸冤的。你们总不可能那边有三匹狼吧？但是我记得的。那里有餐餐，好吧，那里一定是有餐餐的。因为这个餐餐，当时问我为什么要一直看着他，对吧？我只是在那儿站着。哦，这一把猴哥这个尸体踩到，他踩死，绝对热乎乎的踩死。这边绝对，但真的不是我。我知道猴哥走了加拿大步伐，但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都知道他走加拿大步伐了。我要是狼，我肯定不到他，绝对是专业杀手杀的，好吧？过。特里大王发言，我也不确定鱼鱼是不是说的真话，但是我有个疑点是同桌啊。红珠他很奇怪，他一个人在理发店里面，我不知道他在干嘛。出来以后就在球场去跟我保持距离，在那里聊天，还问我有没有见过餐餐。他餐餐现在还活着。我只是怀疑一下红珠啊。然后我路上遇见过谁？遇见过猪猪公主和王爷，他们两个在港口那个上面，在那里对身份。然后我一路走到球场区，然后这中场这一半边都没有人，一个人没有来过啊。这我能给到的信息啊，过。好的，这边是呆呆发言。呆呆，在报警前我是在银行里面，有餐餐我能看到他，但是外面的视野我看不见。然后鱼鱼这一波发言为什么有一点点听起来好像有那么一丢丢的紧张，我想听一下餐餐怎么说啊。听餐餐归票过了。这波我走到红灯区以后跟大强换了一波真心，然后我就走了。然后我出来的时候反正也是有一群人在那边吧，然后我就自己去单走去了。然后刚走到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城市广场这边，城市广场和进出口这边，然后突然之间报警了。大强怎么又死了？我的大强怎么又死了？我没有其他的信息了，过。 OK， 我先说一下哈。一开始我们一群人在广场待了好久好久，后来餐餐过来了跟我说王大谋一个人在左边，但是迟迟没有人拍警。我想着王大谋要么是个加拿大鹅在外面一个人单走，所以我干脆就出去。因为如果我死了
那大家能盘得出来是王大魔。我给大家讲了，我说我一个人去找了，然后我看到王大魔还活着，因为我出去第一我买个耳机吧，如果到了王大魔汤不到，我得去汤尸体。第二，广场人太多，如果我死了大家能轻松的盘出来是王大魔，因为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我去左边，但是王大魔还活着，他一个人在那个左边那个老酒馆那边，我跟他保持了老远的距离，然后就拍进来了。哦，买个嵌入式耳机。王爷这边发言，王爷这边一开始就跟猪猪把猪猪公主拉到了那个港口这边，港口上面那个过道这边，然后我跟他对了一下身份，然后猪猪公主跟我讲了一首他会跳一首骑士步伐啊，然后的话中间有遇到过谁，左下角大谋有点鬼鬼祟祟的感觉，然后右边呢又有一个雷公主，所以我在想呢，就是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会有点慌，我在想是不是三郎或者说两郎两边想要过来双刀，所以说我后来我就走开了，然后中间我就没有再遇到过谁。但听前这位发言的话，我感觉同桌你也是单走，大谋你也是单走的，对不对？雷公主你在没跟猪猪公主走之前你也是单走牌，对不对？我这边这点信息过。哦，不不不，我能保证磊这把肯定不出刀，因为我在跟你就对身份的时候，磊一直在远处不远不近的跟着，然后后来把我拉走了，所以我们三个人是一定开不了刀的。然后我跟你们讲，那个朱大强可能是死在那个开膛手的棚屋，当时我记得他跟一个人待在里面单聊，然后另外一个人好像是惠娜娜，但是我也不太记得 了我现在比较怀疑的是这个惠娜娜。然后我跟你们讲，我还觉得这个和呆呆有点可疑，为什么他这个和呆呆别人发啊，王大听不见我说话吗？听得见吗？喂，可以听见。啊，那王大 OK， 其他人发言我有点忘了，但是何呆呆说他报警前在银行，然后前面的行程都没有说，然后就踩了手鱼，我觉得他俩很可疑啊。过磊公主发言，我觉得猪猪公主说的对啊，我是跟朱大强和惠娜娜出生在一起的，结果我说的对呀，在港口想找猪猪公主对身份，确实他跟白皮子在一起，然后红灯区是惠娜娜和这个朱大强，再之后就回到那个广场，那个就拉警报了，然后朱大强死了，我觉得他死了，惠娜娜得买单，所以我觉得没人出的话可以出他这一把过了。嗯，灿灿发言，灿灿出生在街道，也是街道，然后走到那个广场，我一开始跟王爷出生，然后我们在广场后来遇到很多人，然后我一开始是和同珠说有一个蓝色的鸭脚，不鹅脚，然后往上面走街道走了，然后我说蓝色是谁，然后同桌回来一个大毛，我就想着好像不是大毛的颜色，应该是那个惠娜娜，然后后来没多久大强好像也往上走了，然后这一把我看到鱼鱼和猪猪公主还有孙悟空三个人往广场走了，我在银行下面，这把我比较怀疑应该是这个鱼鱼刀到加拿大，而猪猪公主好像保了一手鱼鱼跟磊，好吧，我的信息就到这边过。玛尼三郎场上的男性死得好快，还有两个，没事。哎呦，还有两个。这边就是我们这里，我警长啊，直接把灿灿给刀了，因为我觉得那个灿灿发言不好，上吧，因为他为就墨这位分票，然后这里能保的是磊跟王爷，这把我直接归票归这个惠娜娜了，因为朱大强跟惠娜娜上把是一起走的，惠娜娜说朱大强怎么死了，但是他不踩一个明确的凶手，那把惠娜娜出了吧，过了 OK， 出惠娜娜过。OK， 惠娜娜过。哎，我没看见，我俩聊完以后，然后我就走了呀，我就直接走了呀。然后这个时候，从棚屋区下来了从下往上走了一群人嘛，我也看不清是谁呀，有好几个，因为我没有印象，所以我不知道踩谁呀。
没有什么其他信息吗？过。多惠娜娜过。多惠娜娜过。扫码扫码了。有这么快？有你的大针猜对了，可以可以可以啊！这能猜对是谁的？猜的谁啊？猜的谁？猜的我，加拿大，猜的我加拿大。哇，没法了，哇，出去了。有个模仿被刀了，是怎么回事啊？被我刀了。王颖他一直单走，遇见的人太多了。我一上来跟猴哥没招了，结果你们把猴哥猴哥刀了，晕烧烧晕了，大强啊，大强啊，神将了，高不负，坏女人，你这个坏女人，高不负，晕 ready， 各级得先搞出去一个带刀的比较好图，哎，是的，晕、啊，应该是个尿尿狼，开始瞬移了。哎，我也去尿了。好，可以。你也去尿吗？已经回来了，已经回来了。啊，这么快、啊、回来了吗？这么快吗？两秒钟就干杯完了。都是男人嘛，哎，很快的。不行，我要憋着。嗯，好，不行，我要憋着。可以。啊？不行，男人不能憋尿。没事。什么跟什么呀？但确实不能憋。进去手刀他，确实让他去厕所，会影响。不是女人就能憋尿吗？我就问，那也不能憋，什么都不能憋。对呀、啊，对呀、啊。好，开了，开了，高不负。什么意思都？哎，有没有身份？怎么说？能真心换真心吗？可以，神王来进屋嘞，来 ，OK，OK，OK。朱大强出去，怎么说？朱大强出去。朱大强在，对吧？是吧？好不好？三八二，三二一吧，三二一吧，进来，进来，三二一，三二一，进来，三二一，来，进来，三二一，来，三二一，观鸟，锁匠，冰原，你朱大强 okay, okay. 挺慢的。你我是歪歪麦哎，不是，是游戏卡麦了吧？我可能慢了两秒。鱼鱼发言啊、我刚刚去厕所了，不好意思。然后刚刚就是复活的时候，我是在港口上面，然后上去了之后，在广场碰到的是，好像是童珠和惠娜娜。完事之后，童珠往下边走了，我去追他，然后惠娜娜说：“那我先往上就单走了。”他单走了一张牌，他铁是那张加拿大牌，好吧？但是这张牌是我就是下去了之后回来，就是我追不到同桌，我没发现，就是没找到他在哪。我跑到港口那儿了之后，朱大强我就是再往下走，不然可能因为我不是加拿大嘛，而且我有信息，然后我就往上走，往上走走了之后，我又在广场，就是在广场红灯区中间那个缝儿靠左边那个缝儿那里直接趟到了这个尸体。我想听一下大家都在哪儿，真的不是我，同桌你要信我。神王叫什么来着？OK， 这一大魔发言，我能保同桌，这个我能保同桌，因为从开局到这个开井的这个开饭这个时间，这段时间内同桌是没有办法动刀了，就算他是狼，他也没办法动刀。我能保的是拉奇同桌，他们两个跟我走了，然后刚开始后面还有一个哦，和呆呆和餐餐吧，他们两个在右边，他们往右边走了，然后我们往左下走的时候，正好就走到警察局，到那个街道那个缝，这个横在这里，我们没有说看到你那个尸体啊，还是你描述位置我没听清。嗯，我可以听同珠归个票，或者听同珠发言过。好的，这边是呆呆。他刚刚说尸体是在广场那边吗？我可能空耳了。然后我出生是跟同珠在一个地方出生的，还有餐餐，餐餐应该是在那个港口稍微下来一点点吧。然后我们三个就一起上来，上到这个城市广场位置，就跟大魔说的一模一样。然后紧接着你们仨走，然后我跟灿灿两个人就往银行那边去了。如果说我听的是对的话，这个鸡腿确实在广场这边的话，反正我跟灿灿是没有看到的。然后能保灿灿没有出刀过了。薛悟空发言，这个我们一出生呢在理发店，神王也。还有朱大强
啊，在这个跟我一起啊，他们俩在这里，反正他俩肯定是出不了这一刀啊。他俩跟我已经报完身份了，我呢也把身份报给他们俩了。那如果我们其中啊三个人谁死了，那另外那两个人大概率开一狼，因为他俩不可能是双狼，双狼我肯定是没了啊。谁归票呢？我觉得可以神王也来归个票。过。行，神王爷，那你听一下我的信息。那个王大谋呢是个应该是好人，因为我们当时有五个人站在广场，王大谋站在最中间，他说我感觉你们左边两个红兵，右边两个红兵。当时拉奇应该也跟我一样听王大谋是好人，谢谢，所以他就跟王大谋走，我也跟下去了。呆呆和灿灿两个人是去了右边。鱼鱼说他那个尸体发现在红灯区嘛。但是我确实忘记了他意思应该是汤道的尸体，因为他说惠娜娜是加拿大鹅，我觉得要么他自己刀到加拿大鹅，但是他自己刀到加拿大鹅爆出来不是自爆吗？对吧？如果是汤道的尸体，那不是他的话，就问一下参参和呆呆，我现在他们两个没有什么。如果说啊，但是他呆呆没说完，心情了，在广场有碰见，所以说要么鱼鱼自己动的刀。好吧，因为你没有逮到人。如果声音太奇怪了，参参他们两个下去刀的，有点记不住了，给我分心了。我和猴哥、王爷，我们三个出生在一起，就没从理发店出去就报警了。第一是这个速度，第二是他叫降神王爷，哪个好人会往红灯区自己单走踩尸体去啊？所以我会觉得鱼鱼你是那个坏人，我可能会落票到你身上过。好，拉起发言，我这把跟大谋一起出生，然后刚刚报警的时候，我大谋红珠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然后刚刚分开是参参跟呆呆，那我们五个人应该都没有这个机会动刀。鱼鱼没有眼里没有嫌疑人，那我觉得他大概率是刀到了加拿大。 OK 过。我还有这边发言，我还有这边从刚开始就跟孙悟空还有朱大强两个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们申请的互换了一下身份，然后呢而且我在外面动啊动，然后帮忙朱大强这边验证了一下，那朱大强身份我是认可的。好吧，我这边就这点信息了，看墨汁为参参归票过。你我也觉得是鱼鱼鱼到到了加拿大鹅过。蕾蕾公主发言，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在会议了，在OK， 参参发言，参这波已知孙悟空、王爷、大强三人抱团，拉奇、王大宝同珠抱团，我和呆呆是分开那个大魔他们那一群人，我们走到银行，我们才刚要到广场，我说实话我没看到，但是我非常的严重的怀疑就是鱼鱼的刀到加拿大了，因为他是个单走牌啊。好吧，全票打飞这鱼鱼过。好的，猪猪是刺客。啊！你为什么要开麦念啊？什么意思？啊！说了猪猪什么东西？猪猪加拿大。啊！王拉奇，你不用再等西地了，我走了。不是，我刚刚是不是听到了猪猪是刺客呀？啊，是刺客吗？你是走吧走吧，我瞬移了，不是瞬移了，哎呦妈呀，瞬移了瞬移了，你知道我是怎么分析的吗？安全，不，我们先这个，要不我们先投参参吧，对吧？那不管他说的是不是，那总归参参得是个狼吧？这个没有办法哈，你们刚刚的反应是我被变音了是吧？我被变音了的话，那刚才我王大谋拉起我们三个人往左下角走，然后呆呆和参参也在我旁边，那我被派对狼变音了，那肯定旁边有派对狼的嘛，那还是有可能。我过了，出参参都行，因为猪猪一开始的时候就在那个红灯区下面说那个他为什么要报，对，朱大强归票过。我归票，我第二位我就归票啊。
那是这样啊，我是觉得，猪猪如果像鱼鱼说的，他真的是那个刺客狼的话，其实，猪猪出会更好一些。但是如果你觉得餐餐这个是一个定狼的话，那就可以先出餐餐，因为毕竟可能鱼鱼也会临死之前演一波，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那咱们先出餐餐，好吧，过。拉起发言，我觉得刺客虽然还剩一枪，但是猪猪这个牌已经是明明白白的了，那我们好人也没有什么可以演的了，那不就我就直接报了身份名字打吧，我殡仪员好吧，反正你要狙也是先狙猪猪对不对，那不行你就先来狙我，是这么个道理不，那我直接报身份了，我是殡仪员啊，过。王爷这边发言啊，那很明显大强你撒谎了，你说你是个殡仪员，那王拉奇是什么，王拉奇是殡仪员吗？那你们两个人中间必有一个坏坏好吗，我们是三五孙悟猴哥跟我还有大强三个人一起复活，其实我一想说三人行必有一狼或者一个中立好吧，这把先出猪猪公主没问题，我这边过。先出餐餐，王拉奇你肯定在骗我，我已经不相信你了，先出餐餐嘛，先出餐餐过了。哎呀，这一波我是分析出来，但我没闭麦。这一波疫苗全责，我估计我现在烧起来了，我烧的脑子坏了，烧脑子坏了好吧。我扛推，我为好人作证，我扛推。如果你们信我的话，我扛推好吧，过。OK， 这些大魔发言，什么叫信你的话你扛推？那猪猪，那还有个是谁呢？还有个是拉奇，刚刚那个鱼鱼走的票型，他要么好人走的，要么就只能是猎鹰走的了，只有一个弃票，所以我笃定鱼鱼只有这两个身份走，他不可能是狼走的。那么拉奇他是什么呢？拉奇他不是一个兵员，他是只派对呀。那王爷还真是个神王爷，啊、神王。他还把人家大强身份爆出来了。派对压拉奇，然后先出餐餐过。对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呢，拉奇朱大强两个殡仪员，那我这边其实我才是殡仪员，到底谁是殡仪员呢？刺客你来猜一猜啊。我觉得可以听一下悟空哥归票过。归于猪猪公主吧，我脑袋有点烧，这是将神王爷，王爷啊，归猪猪公主吧，好吧，过。猴哥，啊，猪猪，猪猪，刺客又不猜，不猜，不猜，你们又不报，对呀、啊，不猜一个吗？哎呀，我都说我殡仪员，猜我呀！你肯定不是殡仪员，朱大强听着也不像。什么意思？那谁是殡仪员？殡仪馆，全是殡仪员是吧？我还不明白他给我烧起来了，这是脑袋好痛。我不是，我真不是，我确实不是殡仪员、哦，我确实不是殡仪员、哦，是因为当时你上来我身份的时候，我怕你俩是狼，你知道吧？我就报了个假，我确实不是殡仪员，我也不是官僚者，我是我更不是锁匠，你也不是无间道是吧？无间道，讨个真心，讨个真心，都不是好人都搁那互骗。对呀、啊，有没有警告我？进进进进进！我跟你们说一下，我们刚刚是不是？我们刚刚是不是三个两个抱团？我分析出来的，好吧？是，但是同桌被变身了，是不是那是不是大魔啊？我动手，然后动，漂亮！哇，不好意思，哦，谁？朱大强。朱大强神王爷啊，首先啊，朱大强刀了一个，朱大强说动手就动，然后朱大强刀一个，朱大强刀完以后神王爷刀了一个，说是漂亮，什么意思？一二两狼出朱大强，出朱大强，朱大强说动手啊，动手就动，
先出朱大强啊，过。我是殡仪员，朱大强，我担心他，我让他归票是因为刚才在那个我开饭之前，大强就说了一句散开散开，所以我知道他应该可能是紧张了，直接拍进来，我让他归票了。我想一下，因为我怕他被拒，所以我不想给大家太多时间，我让他归票，我寻思投了得了。餐餐是这样的，当时脑子好乱，我想想，我王大谋拉齐，我们往左边走，分析不出来，对不对？哎呀，然后呆呆和餐餐什么也分析不出来，他们是往右边走的。哎呀，我下把我如果餐餐作为狼，那呆呆肯定也是狼。但是现在就是一点，这个拉齐刚才跳的殡仪员，我觉得他是真的在跳，就看你们怎么评价，你们归个票啊，因为他俩发言我都还没听到过，给我夹晕了。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好像是我当时刀了咱们的定狼灿灿之后，好像是不是何呆呆呀？何呆呆是不是在我边上刀了个人啊？因为我当时处在兴奋当中啊，因为我听到你们说什么有没有警长、啊、把灿灿刀了，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行，那就动手。然后我没想到我动手之后边上还倒了个鸡腿，那。这一把我肯定会投何呆呆，我是那个铁警长啊，纯纯的那种投铁的警长。悟空哥，你一定要信我，我不管拉齐是什么，我记得好像是一个绿色的鸭子刀了人，所以我这把会投何呆呆过。何呆呆，拉齐发言了，那个绿色是那个荧光绿色啊，不是我这个鸭屎绿色。刚刚我看到大谋往下走到呆呆旁边，我以为大谋要过去刀呆呆，谁知道呆呆。在报警前那么一捏捏刀了这个大谋啊，我是看见的啊，是呆呆刀了大谋，呆呆刀了大谋。那我觉得大强把灿灿刀了，对吧？他这个警长在我这里非常非常的可信。那我觉得如果不知道大强是不是警长，或者说你还有疑问，那要不我们直接票呆呆好吧，没有疑问过。哎，对，酱油王爷这边看到了何呆呆动了刀，好吧，出和呆呆看错了啊，就投票了，不给我点时间吗？我是冤枉的。我想起来了，我看见呆呆刀人了，猴哥那个太搞笑了，我忘了。我、哦、看错了，给我夹晕了，我这脑袋好昏呐、啊，头好痛。不是猴哥，你这个声音太搞笑了，我一下忘完了，你知道吗？头好痒，我要长脑子了。和平哥呀，这边。两次烟，有人说猴哥误入爬尸洞。晕I'm so sorry， 我都已经盘出你们的身份，我这一把没关麦，哎呀，我都人都麻了呀，哎呦，丢呀！我没事没事，这把我要好好。没关系，本来三狼进去一人刀一个就赢了。对呀、啊，我就想着，哎，我忘记闭麦了，我真服了，因为我刚好最后一个。这个发言呀，快开快开，卡了，给我一把好人，谢谢。OK OK， 这把我强势带队，我也带队了，强势带队。有没有怎么说猴哥？有没有怎么说？怎么说猴哥？我要盘一把了。OK， 盘一把。我们是你了，大强姐，哎，换真，我们怎么别嫁了？再别嫁了，嫁了都一夹我就晕。大强姐，我们真心换真心。猴哥，哎，换个真心呗。好，猴哥，换个真心，来吧。我先给你表演一波，好吧？好，哎，行。工程师，好吧？哎行 ，OK， 怎么说？我您什么锁匠？哎，行，好，好哎，好 ，OK， 好的 ，OK， 好的。走啊！这波要么我死啊，不然你肯定要么我先死，不然你肯定死不了。好的 ，OK。叫信念，就是我们可以互相真心换真心。进去，哎，误解，先等这个误结束，好吧？哇，不得是你，听猴哥，我可恶的磊磊刀了我的神将，是这样的啊。这个起雾那一瞬间啊，我还有这个。鱼还有个谁来着，反正我们进去啊，进去，然后后边跟着的是磊磊和神将。神将这个王爷
消失了，直接消失了。我回头一踩，直接一个回手掏，踩到的尸体，专业杀手磊磊啊，专业杀手，全票挂磊磊，先不要分票啊。王大谋，将他凑着吧，挂挂。行，那等一下进去有信息跟你们说。先听磊磊发，哎，要不直接投了过。嗯，这把我觉得猴哥的情绪起跳很到位啊，所以我会信猴哥一把投磊磊。然后这把我和呆呆和慧娜呢，我们是走到了警察局这个地方准备报身份，还没有说不要干扰我，然后就报警了，所以我们三个是没有开刀的。过。嗯，好的，拉奇发言了。起雾之后我也想往那个法院走，然后在广场那里卡了一下啊，还没进去，人还在屋里面，然后抱着这个警，但我也没有听清楚猴哥说的是在哪里找到的这个鸡腿，那过吧，给磊磊说。哇，没想到磊磊是专业的杀手，我不仅给他报了我的身份，他还不忍心刀我。磊磊，你对我真好，过了。磊磊公主发言，不是我刀的，是这个王辣奇，他是专业杀手。当时我们是在那个广场，我们几个人，然后进那个法院，然后起雾了。我前脚刚准备进去，然后后面还跟了个王拉奇，把这个白皮鸭子给刀了。然后他那个直接尸体是不见的那个状态，然后那个孙悟空出来踩了一脚，然后报警了。我是要出这个王拉奇的，我如果是专业杀手，我直接要刀猪猪了，过。嗯，灿灿发言，灿灿那是又看错了吗？在街道，然后走到那个广场，然后太卡了，主要是反正我和鱼是要往法院进去，里面有悟空哥，那确实是个悟空哥，踩到的尸体啊，然后我信悟空哥一手，过。鱼发言，那这一波有点说不通，就是因为猴哥是点彩张磊磊，是太好了。那你就是也不如果是拉奇刀的，那为什么你？那为什么不是你踩的呢？更下面一点，很奇怪。就是首先我觉得那应该没问题，量就是最差最差是张，但是拉奇这个边身份也不好，在我看来他是一张不敢踩你的牌。所以说这一波我还是想就是，听一下后座位归票吧。我个人会比较想挂在磊磊公主身上，因为这一波猴哥分析的还是就是。因为猴哥是点彩，好吧，就因为猴哥是点彩，当时下面那个站位只有猴哥知道。我觉得只要他磊磊公主没有踩猴哥，他都比较稳。好，这边是呆呆发言。我觉得悟空哥报警应该可以认个好。然后当时我跟大强、跟娜娜，我们是三个人在一块的，哎、所以这一波我可以信任娜娜，听娜娜归手票。来，娜娜。是的，报警前呢，我和呆呆还有大强姐在一起。那我觉得。这一波可以投磊磊公主要过啊。哎，行。应该没看错吧。应该不会看错。猴哥，哎，大强姐姐，我觉得我卡。哎，好，呆呆妹，走。我操！华长，猴哥，我报，给你报个身份，猴哥，来，要自信，猴哥来，我加拿大。啊好，我走了，走。猪猪告我身份了啊！猪猪告我身份，好，来。猴哥来，我警长，你说报谁？我不到啊，你别刀猪猪就行。行，贵宾下一位，我来，下一位，猴哥，哎，关鸟子，啊好，下一位，哦，行，朱大强把鱼鱼刀了，朱大强，把鱼鱼刀了，哎，闪开，不伤，春玉你干什么？场面一度非常的混乱，兄弟们，我是朱大强，你把鱼鱼刀了，朱大强咔一刀把鱼鱼给刀了，朱大强刀完鱼鱼，谁又咔一刀又把朱大强给刀了，完了谁，我看是谁来着，神将何呆呆应该是啊，何呆呆把朱大强给刀了，完了同珠进来又把何呆呆给刀了，就是
全员恶人，兄弟们全有刀，每人一刀，我们直接打飞同桌，好吧？那个猪猪公主我知道身份，然后我为什么说这个让朱大强刀鱼鱼呢？因为鱼鱼给我报了个工程师，那我神将王爷也给我报工程师，对不对？那我说你把这鱼鱼倒了没问题吧？啊，那朱大强应该就是警长。那我们全票打废同桌，好吧？过。不，我是警长。那个我过来，我看见我的视角看见的是前面已经有两个尸体了，然后何呆呆刀了一个，我上去就把何呆呆打了。我本来想按拍警，但是你按拍警，你按的是朱大强的拍警，好吧？我是警长，哦过。哦，还有信息哦，我的重点信息还没说呢。刚才那个王大谋是我嘎的，在工厂那边，他第一天的时候就在。我就在工厂下面那个地方出生，我寻思我跑到那个法院也晚了，所以说我直接在这钓鱼算了，我就在工厂最上面那道门在那边守着，然后王大谋过来准备做任务，直接被我嘎了，这就是我的信息，我要报的信息，要过。我大起发言，我现在人是懵的，我一扭头旁边倒了一片，我在一堆鸡腿里面，我是铁好人，我想起了那个表情包，但我 CPU 烧了，但怎么办呢？现在我想一下，现在场面是猴哥跟猪猪公主是身边的，然后同桌不一定，他可能我的妈，等一下，同桌刀了大魔，然后刚刚又刀了一个呆呆。还是刀着大强，想一下，我信一手这个报警人猴哥吧，好吧，不，你必须得肯定投同桌啊，他是警长，他是王大魔左边做任务，我给他刀了，那王大魔在他眼里是狼了啦，那何呆呆朱大强两个带刀的，磊磊是拽着杀手走的，那何呆呆朱大强只能一狼一猎鹰，然后那个鱼鱼又报了个工程师坏了走的，游戏结束了，所以说同桌肯定不是警长，投同桌过。对，同桌肯定不是警长，大强姐已经给猴哥报过身份了，你这个警长跳得很不是时候，投你挂。没结束。王拉奇，你什么身份？你是呆呆鸟。王拉奇，你什么身份？王拉奇。拉奇没有。王拉奇，你什么身份？王拉奇。快点报警！好，快点，快点。是不是有开饭啊？王拉奇投票，能开，能开，能开。我在门口守着，你们在这。娜娜什么身份啊？猴哥开。没有吗？我观鸟者。哦。Hello。没事没事。我报的警，我刚要进这个法院，刚要进法院。然后找到的猪猪啊，天哪啊，结束过，好晦气，过。我不说话，他们也不说，我们都不说话。猴哥，这鼠标速度可以啊，猴哥，点的好快，这也能听到，能听见，能听见。敬业拉奇，猴哥这鼠标速度是真的快，
太好了，确实有点东西，不愧是玩英雄联盟的。这以前更废。可以。亚娜娜竟然活到了最后，哇，很厉害！我重伤一下，我这太搞了，太搞了。OK。太卡了，太卡了，都卡飞了，太卡了，太卡了，这蓄油根本不行，丢包3%，3%丢包，根本没用。我还是雷神吧，还是雷神吧，雷神吧，还得是雷神独享 IP， 谢谢你，雷神。我这网就这样了，我尽力了。67，那不行，那不行，换一个，换个模式2。50级，行，50。社区多少人玩啊？56万，哇哦！退退退退。9:51，今天礼拜几？今天礼拜四，明天还上班呢。完了，游戏进不去了。啊，能。要再进一遍，可开，开杀，开杀，开杀！等我一次。哎，猴哥来了！来了，来了。那还唱吗？不唱了。啊，可以，来一个。行。就卡着玩吧，就这么地儿吧。你们能听到伴奏吗？可以。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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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人人爱，不明白谁会是我要等的爱。Yes. Yes. Yes.慌慢的步调是我发明的暗号，想要听你激动的心跳，深深的看着我，听我来对你说，你别想太多，我只是想着活，深深的看着我，别躲在阴暗角落，拿出你热情似火的心感动我，我我可开，好听好听，可以，感觉还行。怎么老是这个东西啊？不能带把刀吗？卡着玩吧，这游戏人一多就卡，我感觉不是我的那啥。我要找 AI。猪猪，你卡吗？
可是猴哥你是啥啊？我说你卡不卡？我不卡。哎呦，这是复仇，这是复仇。OK， 我拍的案，这个尸体是在港口，上面有谁？我看到两具尸体，双狼双刀。谢本，王大谋和蕾蕾公主在 K 堂手棚屋，因为我上去看了，我上去看了，有两个人，王大谋和蕾蕾，应该就是这两个，没问题了。你们看归一下票吧，我看一下，因为猪猪公主也是往下走的，因为我看到猪猪公主。跟鱼鱼往反方向走，没往广场走，所以我就想着下去看。然后我下去看之后，就看到悟空跟鱼鱼的尸体。我只能说，这把王大谋跟蕾蕾公主应该是双狼双刀的过。OK， 这里王大谋要裸点两狼，参参和猪猪公主啊。因为我当时和蕾蕾我们在广场的时候，哇，我们真心换真心，刚走到红灯区这个横线，这个三个在这里的时候，遇到猪猪公主，她往上走。然后他说好，我单走，我们两个单走。他跟有个人，他跟谁？就是餐餐，跟他刚分开。那餐餐应该就往下走吧，如他所说。那他什么？他就叨到了加拿大鹅猴哥。那猪猪在我的身份也不做好了，因为他一个人敢单走在红灯区那里。我和磊磊在那报身份，还没报呢，直接就开饭了，还死了两个人。鱼鱼外置位死，我不知道是谁杀的，但猴哥定是加拿大鹅被餐餐杀的。不，好，这边是呆呆。我在那个广场的时候，一开始有我一个，拉起一个，大某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是蕾蕾还是猪猪，紧接着王大某跟谁下去了，然后我就跟那个拉起到法院里面，我说我们真心换一波真心，然后里面出来了大强，那么后面还有一个男生嘛应该，所以我们几个反正就是在法院里的，我一个，拉起一个，然后大强一个，后面那个男生没有动刀时间，那大某踩餐餐，餐餐踩大谋，我觉得从听感来讲，我可能会偏餐餐一点。听一下后面归票过。听后面归票吧，因为我跟同珠是没有在现场的，我的身份已经报给了同珠，但是同珠还没有给我报身份，好吧，我的信息到这儿，那就听王爷归票吧，过。因为刚好拍景了，然后我怕说一瞬间说的话所有人都听见了，那就尴尬了。但我是也肯定知道灰娜娜是个好人，因为我们在那个市长办公室，她没对我动刀。其他的就没啥了，你们下面的自己盘。我觉得王大谋可以出，他这个发言可以出过。我是跟王野在那个法院的里面对身份，然后当时和呆呆好和王拉奇过来了，所以我只能保证我们四个是没有动刀的。那我也想听一下后面怎么归一下票，因为我没有信息过。拉奇发言，我跟呆呆在一起，大强跟王爷在一起，我们四个在法院里头，那他们没有机会动刀对吧，没有其他信息过。王爷这边出声是跟那个大强在一起，就是互换了一下身份啊，他当然他没换给我，我把我的身份换给他啊，但暂且先不说大强啊，咱们这边就说王大谋刚才的发言，其实我感觉他的发言是挺正的啊，我个人听感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大谋发言是很正，因为他这边直接就说了那个加拿大鹅出来了，我觉得如果说是他是一匹狼的话，他敢这么说吗？他就不怕后置位人去踩他吗？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按照这样来讲的话，那餐餐跟猪猪公主的狼面的可能性就很大了，我这边还是要听听猪猪公主你怎么怎样说，好吧，我这边先过。喂，我发言，王爷说啥呢？王大谋、磊磊、王爷可能三个啊，我说什么？王大谋说什么？你们没听到吗？他说他听到我说单走，然后他说猴哥是加拿大鹅被餐餐刀了。我说为什么说我是单走？我加拿大鹅我肯定去单走啊。然后我就走了，我单走去了。完了底下餐餐，我旁边看到磊磊他们往下走，然后餐餐抱着这两个人的尸体，猴哥跟鱼鱼一开始是在最底下的，所以王大谋跟磊磊可能是双刀了。喂，这把我直接归票了，归王大谋啊，过了。磊磊公主发言。我先说一下我的行动路线，我是从广场往下走，报警人说尸体在开膛手的棚屋里面，我都没进那个地方，我是从左边，然后我碰到这王大谋，然后猪猪公主是从左边过来的，就是他那个棚屋不是一个
正方形吗？左边那条道，右边那条道，我是在左边那条，从那个广场往下走，然后看到朱公主从港口门口那个走廊往那个开膛手扑右边走，然后就报警了。他说完他单走他报警了，报警说我跟王大萌是双刀，我人都傻掉了，我要出这个快乐餐餐啊，过了。我晕了呀，我点杀两狼。那你先，你别看他们的身份，你过来，来，你到港口来，我们俩来就是会面一波，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戏剧性。你看我，猴哥也来了。你在哪？你在哪？快来，灿灿，来、嗯，你看我们俩头上的名字。啊！那你再猜你刚点的狼，再看，这能给灿灿投出去？我的天、啊！我都说了上把灿灿不可能开刀，王大谋磊磊说的啥？说什么尸体躺在开膛手棚屋路线都是不对的，开膛手棚屋里当时是没有尸体的，我直接从棚屋那边往上面走，走到上面之后才报的警。所以说这把还我还要继续出王大谋，我不信出不出去了，过了过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蕾蕾公主发言。不是，为什么要出王大谋啊？我上把说的很清楚了，我是从那个广场往下走，就在那开膛手的棚屋后面那个地方，左边那条道，我跟王大谋是绝对没有那个动手时机的，就出不了这一刀。然后这个参赛我都没见过他，上来就猜我跟王大谋是双狼。我真的我觉得你们俩就是双狼，我要出猪猪公主过了。全票打飞猪猪公主，不用多说，好吧。而且大强和王爷也在我旁边，我们三个人在旁边呢。全票打飞猪猪公主。OK， 好，这边是呆呆。好的，拉奇上一波被变音。当时有经过过拉奇的一个我，一个大强，大魔哥有没有跟他擦肩而过？我进去之后问了一下拉奇，他说没有。然后这一波没人说跟猪猪公主在一起啊。如果说猪猪公主是那匹定狼，然后那变音的人是谁呢？谁是变音狼呢？我可能会怀疑守猪大强。过。先别管变音狼，先投王大魔。魏娜娜给我报的殡仪员，他能死啊？我不知道，反正他就说他自己出去找尸体了。我刚要给他报自己身份，他回来说你还没报你的，我刚要报就拍警了。然后我想一想吧，我已经投王大谋了，别分票好吧，直接投王大谋吧。哎，其实我想这把先来算投王大谋啊，投王大谋，你们票上一上。我觉得刚才没有把王大谋投出去是可能有人打错了，你比如这个降神王爷，对不对？可能是有人打错了，所以你们先别盘派对了，先把王大魔投了。刚灿灿头上那个票型就不可能对，好吧，我过了。这把别投王大魔，因为跟着猪猪公主一直走的就是王大魔。然后蕾蕾公主，你可能就是不知道王大魔在边上给他变的音吗？你还保他？那你也是那铁狼，下把就是你，这把先是王大魔，直接归票打飞他。原来我上一把被变音了，但我没跟大魔路过过呀，奇了怪了，因为我直接出生我就直奔这个法院，所以我不太知道。但那把出生啊，我跟蕾蕾跟呆呆我们仨在一起，那你们那边被变音了，我只能听你那边归票是吧？过。王爷这边发言啊，就是这边投大魔啊，那个中立这边如果说是你是不带刀的。啊，你这把最好是把王大猛给出了，不然的话你也没有赢面，是不是？出大猛啊，不要分票，过。啊？啊？啊？
这也能出去？竟然能偷出来？那银是谁刀的呀？这不是我刀的呀。我知道，没有。我跟你说是什么一个情况？我刚刚看到那个鱼鱼跟那个，我也是懵了。然后我是真的看到你们两个在那个离尸体最近的，所以我就点你们两个。我真的是炸糊，炸糊，这是我炸糊了，真的。对，哦，他俩没刀，但是你猜对了。对，然后我没想到是警长刀了加拿大，双双倒地。然后我看到最近你跟蕾蕾，然后所以我就点了你们两个。可以。我这一把炸糊真的。鸽子也没了、哦、啊、哎、要赢要赢，我有机会，我是谁说的说哟，有机会啊，嗯，没机会。我报的警，我为什么报这个警？没机会。王爷跟我这儿一路走，然后说到我吧，朱大强，到我吧，但是我是那个好人，然后我往理发店走的，嗯，然后进理发店就灭那个火，我就害怕狼人进来来混刀。王爷去是就是理发店的右边去做灭火任务，我就在理发店的左边。然后门口这里有一个是谁的腿？是一个何呆呆的腿。那进这个屋的人是谁？嗯，就是蕾蕾公主。当时是不是王大七也在边上呀？哎，是，嗯，还有一个人是谁？对呀，对，所以这把跟前几把的分析是一样的，先把蕾蕾公主先打出去过。拉起发言呢、啊哦、我是进了里面，然后这个火灭了，然后大强出来，我跟着大强出来啊，哎，大强报了这个警，那我结束啦，牛，没有了，游戏结束，厉害厉害厉害，兄弟们好人们，磕一个磕一个，是我到了加拿大哥。我还有这眼、啊、什么意思？我跟你说刚那把我真的疯了，我懵了，我懵了，哇好热了，又能赢，不打不打，我只是在拖延啦，脑干缺失，脑干缺失，脑干缺失，离谱，不打不打。行，哦，是谁？走走走走走走走。刚刚在调那个，想说你是不是去尿尿了？想去上个厕所。谁没来？猴哥，你是不是鸽子啊？猴哥。啊，我不动。在这转圈圈。我不动。啊，你不动。我只是习惯性的转一下。同桌猴哥、慧娜娜、拉奇和呆呆、蕾蕾，我们几个人在这。哎。对，再念一遍。我左上角。拉奇、龙珠、蕾蕾、慧娜娜和呆呆。没事，我截个图。哦，听到了，听到了。你刚突然一瞬间没声音。一二三。谁在？我这都知道。应该都在。蕾蕾。王爷他走来走去。都回来了。王爷去哪了？王爷肯定是有点问题。一下又回来了。王爷是后面最后过来的。但是我们都在这儿的话，鸽子可能要开心了，要开心。鸽子要赢了。我觉得我们得踢出去，出去趟一趟了。大强姐呢？两两一走，好不好？趟一趟，你跟我走。大强姐啊，我鹅毛大魔来了。哦，我和大强在，不信我，大强都在。对，鸽子赢了，鸽子赢了，狼再不开刀，鸽子赢了，狼再不开刀，鸽子赢了。我离远点，我离远点。怎么说？我我看到城市广场朱大强面刀王大谋，朱大强面刀王大谋，全票打飞这个朱大强。朱大强。鱼鱼发言。这个参战这个有两点，有一是他首先一个报警人，然后这个参。那我觉得其实力度是非常够的，但是呢我又想打另外一个逻辑，因为这张大谋是一直在银行底下单走勾引大家的一张牌，大谋之前跟大强姐一起走，为什么他没，为什么他要当着你的面刀他呢？除非说你们身位不够，他没有够到这个参参这张牌把王大谋给刀了，对不对？我觉得王大谋能做成一张加拿大鹅的牌在这点啊，就听后这位聊吧。我觉得猪猪公主可以归票，我觉得他逻辑非常清晰，过。可以，我觉得猪猪公主归票也没问题，就他后退的那个半步，他这个动作我就认他是一个好。那参参说谁？说朱大强面刀是吧？我在哪里呢？我在这个法院里边，知道吧？
我在这个法院里边，所以我不在现场啊。我不在你们现场，所以我信息比较的少，你知道吧？但我觉得这个参参的力度还可以，看一下朱大强，他怎么说吧？啊，朱朱贵票过。好的，这边是呆呆。当时是有十几个人，八个九个十个忘了，反正王爷一直在乱晃，然后大谋和大强不在，剩下的应该都在了吧？参参这一手报警。嗯，我也跟过一票。如果截什么图啊？我就跟你们开个玩笑，还截图。就是我觉得参参应该是好的，我觉得大强这一手还是假的。王爷这边我一个猎鹰，我截什么图的？啊，过了。我有什么好截的？谁搁这跟我关系？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在银行门口一直没有动过，然后大毛和大强是从银行下面过来的。那如果说大强有问题的话，他在外面其实完全可以把大谋直接刀了，我觉得这个参参有问题，我感觉应该是刀到了加拿大，好吧？大强应该是个好人，过。那广场有狼啊，除了这个那个王大谋这个信息是吧？大强，广场有狼啊，除了我猪猪还有谁？我记不得了，有拉奇吧？对吧？我记得好像有王野还是谁，忘了。哎，人太多了，人真太多了，过。事情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是为什么？是我跟王大谋盘身份的时候说真心换真心，他问我是什么，因为我怕他是狼，我跟他说我是加拿大鹅，但是他定了两秒没有回答我，跟我说是锁匠还是什么来着，就报了一个身份。我就往前跑啊，他就在后面追啊，我其实还很害怕的，我报加拿大鹅就是因为我怕他刀我，但是没有想到到了广场之后，参参和王爷跟着我和王大谋到达了城市广场，我就怕他们三狼刀我一只小鸡仔，我就往回跑，那一瞬间王大谋的鸡腿爆开了，直接就报警了，我才知道王大谋你才是那个加拿大鹅，我没有跟你真心换真心，我对不起你王大谋。全秒答非，怪了参参还有王爷，如果王爷不是狼的话，参参不会在我面前动手的，只不过是因为王大谋救了我一命啊，因为他是加拿大鹅，自动报警，锅投参参。大强这一波声泪俱下，我居然好像有一点点被打动，我是鱼了吗？我先说说我在广场，然后一直同珠啊，我俩在那个饭堂门口左右护法，基本我俩都没有移动过，然后猴哥是在喷泉右边，然后当时反正我的印象中王爷一直是一张单走牌啊，大家都在，他老出去溜街，所以他在我这里身份不太做好，那我觉得大强的话我稍微能信一手，对吧？我王爷这边发言啊，朱大强可能会觉得就是我可以跟他双狼双刀，所以他才把王大某刀掉了，而留了参参，而没有刀参参，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我可以把参参刀掉了，我是模仿者，所以朱大强必是那头铁狼，参参应该是个好人身份。但是我有一点怀疑啊，也不能就完全保参参他一定是个好人，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为什么要跟过来？参参你为什么要跟过来呢？你为什么敢跟过来？你是个什么身份？你敢跟过来，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你为什么敢？跟过来，刺客狼还不呛我吗？为什么还不呛我？想泼我脏水是不是？这波出大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过。王爷说他是模仿踩大枪，那我觉得参参可能是那个狼啊，刀到了加拿大鹅，要么就是参参刀到了加拿大鹅，要么就是朱大强是那个狼，何呆呆是那个加拿大鹅，因为前置位只有何呆呆一个人捞了参参，但是何呆呆的发言我觉得不是很正啊，我有点想投这个参参，过了。蕾蕾公主发言，我一直在广场，我不在案发现场，什么情况？参参报警人说，啊，那我们弃票吧，过了。大谋，
老子还没说话呢，我操，关我屁事！来饭堂，我有话跟你们讲。没闭麦，磊磊没闭麦。好的，好的。也没。来饭堂，来饭堂啊！王爷有话说。来饭堂，王爷有话说。OK。咦 ？Hello。Hello。悟空，悟空哥，红猪哦来了。他你如果是王爷有什么话，我估计刺客看你踩了朱大强，然后就猜了别人。对对对对，我就是要把他引出来嘛，因为如果说我把灿灿出出去的话，收益太低了，因为我会死嘛，知道吧？收益太低了，肯定要引另外一批狼。那磊磊可能是狼。哎，哦，啊，哇！我就站在法院那个最右边，我在墙角的那边听着大家在盘，突然之间谁就消失了，这一波肯定是专杀动的手。但是那离我最近的是谁呀？猴哥，猴哥站在我上面啊，左边有人吗？离我最近的，如果左边没有人离我很近的话，那猴哥啊过。我是站在法院那个下面的那个栏杆那边，在我的视角里，报警前是磊磊从左到右挪了一下。如果说我没看错的话，是磊磊从左到右挪了一下。那个圣诞老人的装饰有点很突出，如果我没看错，挂。我不知道，我没看错，我只看到我旁边本来有朱大强。然后就没别的，我就一直在听你们盘的，就刚才这种情况，哎，算了，一会儿去犯难法院报身份呗。啊，过了。我还沉浸在刚才的悲痛当中，和王爷说的那个逻辑的头脑风暴当中没有出来，我就知道猪公主好像还说着话就人就迷了。那我这把听猴哥归票，好吧，我确实没看见，这把真没看见。我是那个观鸟者，我啊。拉起发言，我这把也是在法院，我在法院门口，在那个右边，然后还听着猪猪说话，突然一下他就没了。但当时我没留意身边有什么人，我觉得给磊磊说吧，既然娜娜能看到，对吧？不能出磊磊。王爷这边发言，为了完成猪猪公主的遗愿，这把必须把磊磊公主给踢出去，好吧？必须把他踢出去，因为是他的一个滑铲。圣诞老人来了个滑铲，猪猪公主就没了，全票投蕾蕾公主。哇，蕾蕾公主发言，怎么能全票出我呢？我搁那法院，我还在跟猪猪公主对话呢，然后报警了。不，我不能为猪猪公主的死买单，我身份太更了。我想出这个会大的过了。于发言的项目，这波听下来，我想归这个蕾蕾公主。然后上面踩蕾蕾公主有娜娜和王爷啊，因为这波首先，我当时其实我跟猪猪公主离得很近很近，就是那一瞬间她消失那一瞬间，我以为是我报的警，结果是呆呆报警。那呆呆铁好，然后这个大强姐是我记得是在最左边，然后这个就是呆呆是站在那个右上角，然后我头顶上有谁我不记得了呀。哎呀，那这波肯定是出这个蕾蕾公主啊，这个娜娜和王爷都踩她，我刚还想打他们俩有没有可能是狼，但是这个蕾蕾公主就是她首先没报身份，我先报身份啊，大强姐报身份我认她一个号，她首先她报了观鸟，我是锁匠，全场应该没有人给我重复，我直接踩死你，我就是锁匠。而就后置位可以听一下猴哥怎么说吧，他说我就是我想归这张蕾蕾公主，就是猴哥那张牌也不一定是张好牌，你知道吧，不敢确定，我归蕾蕾公主啊。我那朱大强都信我，你不信我没关系啊，这个何呆呆你应该是看错了，我在右上角，然后呢这个朱公主在那个摇铃的中间，他在中间啊，我在右上角，我是没动过的。那这一刀大概率应该是蕾蕾公主开的啊，那我们归蕾蕾公主。爆了，老子就是狼出我。
旱狼，还有一个猎鹰是吗？有个气票，有个气票。没劫！报身份，报身份，报身份，应该没问题。我关鸟，我关鸟。娜娜什么身份？我觉得可以报身份了，可以报身份了。娜娜什么身份？鸽子。啊啊！狼都出去了，全部了是吧？狼什么？通知一下，一个人走了呀。那个，我是兵仪，给呆呆来一刀，给呆呆来一刀。我是兵仪，我真兵仪。呆呆挺好啊，呆呆挺好人，呆呆刚抱你人呀，他专杀尸体。哦哦哦，那为什么是哥的？专杀哎。那为什么是哥的？呆呆好，王爷好，娜娜好。那可以报身份吗？那要不然咱们就在王爷身上试试刀吧。报身份嘛，报身份嘛，因为刺客狼已经没了呀。报身份，哎，去你的！有，我来，哎，还来吗？在我看来，红猪不是一张好牌。现在场上去我这边能认下的是呆呆娜娜。哎呀，我也应该抖一抖。然后这边猴哥这边身份不明的情况下，他上一把出磊磊公主最差。那这边这张拉奇是什么牌？划水，然后他说他在法院外边。你们有人能看到他在法院外边的话，那就先不管他，那在我这是进狼坑呀。他这一把单走啊，他从广场直接往下走了呀。我是该等你呀，确实我该等你呀，我鱼了，但是我是觉得同珠在我这不是张好牌，好吧？不，同珠肯定不是好牌。他如果是好牌，他能来了一句“去你的”，对不对？而且这个王爷的这个发言也很正啊，可以，我是警长，过。嗯，我现在有点昏昏沉沉，我刚刚本来想去踩鱼鱼鱼的，因为我觉得你这一刀出完之后，你报警报的实在是太快了。那你又踩铜珠。我听大强或者拉奇归票过。听大强姐归票，我躲在右上角瑟瑟发抖，一动不敢动过。不是呀，第一轮我给猴哥上了个气球，你们怎么爬猴哥不是好人啊？啥意思啊？猴哥第一轮不都被我变一了吗？所有人往广场一站，那外头一刀就是一个加拿大。我开局只要出生在这个广场上面礼拜堂，我往下面走我就是铁狼了。那咋玩儿？确实没得玩儿。哎，投我吧。啊，猴哥，我第一轮给他上的气球啊。好了，先投我吧。啊，我过了，我认了，我过了。那既然同桌知错就改，那还是先把他投出去。你不用加，朱大强给你也上。大强，什么？我是在说你不对吗？啊，好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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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也刀不完呢、啊，这我没个刀啊，这。吃我一刀！是猴哥吧？吃我一刀！是猴哥！我来！来！不用压了，猴哥铁狼啊！猴哥铁狼了，不用验了，就猴哥一个了。同珠一定是想第一把做好猴哥的身份，给他上了个气球嘛。这么着说就一点毛没有，投猴哥出去过。那听听猴哥怎么说吧。这把我跟鱼一起走，对吧？那外面倒了，那我跟鱼贴好，对吧？过。别听猴哥怎么说，我跟你说，猴哥上一把他，你听我们当时一群站那，猴哥说啥？他说有没有好人刀去把这个王爷给刀了，对不对？还说哦，他说刀呆呆，我说呆呆呢，他哪能刀啊？他专业杀手的尸体。那这个猴哥这发言，他如果是警长，他不早开这一刀，他没开刀呀，他要么就是张猎鹰牌，要么就是张狼牌。那个反正那个派对狼也可以跟队友变身嘛，就这把出猴哥绝对没问题。哇，不对，呆呆验了应该是个鸽子，对不对？
我们场上应该还有一狼，那么这个狼是谁呢？深水之王拉奇，你们听那个呆呆燕就可以了。过。好的，压力给到霍呆呆。我认了娜娜，她是个鸽子。然后上一波发言，猴哥说她是警长。然后我现在迷了。可以。说拉奇是深水狼。可以。然后鱼鱼又带刀。那如果说上一波是鱼鱼刀的，对吧？真哥啊！怎么会是拉奇是深水狼呢？场上猎鹰坏人，好人警长。行。鱼鱼和那个。猴哥、啊、投了呆呆鸟、嗯、我刀一个直接猎鹰计划，鱼鱼和猴哥中出一个，出谁呢？嗯，你们我归票，我想想啊。哦天哪，归鱼鱼过。你看看你们还不信我，游戏结束。哎呦，这都没出去、啊、哎呀哎呀，贺呆呆呀，我啥时候说我有猴哥了？哎呀，我上一波鱼鱼刀的那个怎么办？完了，猴哥，我是锁匠，我走了。啊，那不对，那就是王拉奇呀、啊、那王拉奇，我把王拉奇刀了。哎，我找一下王拉奇。你看我说他刚才是哥的，你不信我？我怎么的？王拉奇呢？不是王拉奇，王拉奇，找一找。这走一起，我们三个走一。王拉奇呢？王拉奇呢？王拉奇，王拉奇哪去？这谁给门关了？王拉奇刺我一刀，做任务呢，猴哥。啊，这总能出到猴哥了吧？我是锁匠，当时我们俩在那里头，我赶紧把门锁跳了，我就出来了呀。赶紧，这猴哥能活到现在，你呆呆报了一张兵员，你测娜娜身份，娜娜我知道她是鸽子，我当时就让她说了，我说你保护好自己，你别跟我们走一起，对不对？那你现在除非说这个朱大强是这个深水倒钩狼吗？但是这个猴哥刀了这张拉奇啊。我想想，对不对？灿灿绝对是侧狼走的，就出猴哥，出猴哥过。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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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上轮看看票型啊、哦、两票对两票，对吧？那说明场上还有两狼啊，所以我刀完拉奇还有最后一狼，那就是鱼鱼了。哎，不是，我把鸽子刀了，我刀了一个狼，完事儿呆呆咽了，那是鸽子，那怎么可能我不是好人呢？对吧？深水倒钩狼，鱼鱼鱼，投了游戏结束，好吧？过。啊，鱼鱼是真锁匠的话，我是兵仪，头哥带刀，暂时待定一下，那。强姐报个身份，报的合理 ，OK。我这一片儿，我觉得可以给到猴哥身上。报的不合理，那没招了，过。哎妹儿啊，醒醒吧，这还用我归票吗？这明摆着就是孙悟空了。你听他那个发言，他咋说的？他上一把说的啥？刀了惠娜娜就是王拉奇，他刀了王拉奇，他又说鱼鱼，到时候再给你刀了，就是那一瓶就是我了。还有啥可盘的呀？直接都孙悟空了，除了他都是狼过。上一波王拉奇没出去，鱼鹅呀，鱼鹅，鹰啊！我没想到真刀，但凡有票，真刀了个难受，这能让你活这么久啊，猴哥！我是真有的天哪，这猴哥这和呆呆可比是玩的有点东西，真的。对不起，对不起，我眼睛瞎了。没有的验出来确实是鸽子。这首炸胡确实可以。
我因为我只能说他一首歌的了，我没办法了，他验完了。我心里素质好差啊，躲在角落不敢动了。我当时真的看到是鱼鱼刀的人呢。我站得很近，我也看到了，我站得很近。我说实话，我有我包的劲儿，不是我。